是又发现了什么记忆的秘密，又要戏弄我是吧？你刚刚不是拿徐小琪的招数对付我？你觉得我跟你一样笨？你放心，我不会影响你在记忆的高升，别做挡路的狗。 都是为了我自己是吗？难道你要说你是为了我吗？今天晚上我一定要出门，不然你直接把我交给GE的高层，反正你可会出卖我了不是吗？放下！ 今天我要加班到很晚。嗯，好。时间还早，吃完饭睡个觉。 这是我的助理阿任，他是来接应你的。阿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还跟着许哲清干？也不算吧，我回国后司徒兼职打零工，这次是哲清跟临时雇我在他上班期间把护你。你可以下班了，我不用你保护。我只是去逛街散散心。 我下班了，刚到 Dark 酒吧，你还有多久到？差点忘了，今天是跟姐姐的约会。要不然去 Dark 酒吧放松一下，我刚好在那儿也有兼职。谢谢。 这么巧，你也来这玩？有人跟我推荐，说这儿的酒保调酒技术一流。 我来见识见识。看来这俩人有情况啊，我岂不是可以趁机溜走？你先喝吧，我有点不舒服，上个厕所。 这酒太淡了，不够烈，你就请我喝这个。不是了，姐姐，这是我们店的爆款，这是给温好的。我给你调一杯我们店独一无二的特调，怎么样？姐姐尝尝。 不过，我不想这么喝。
你确定要在这个时候接电话？确实不错啊，姐姐，这是我刚刚喝过的地方。是吗？那又怎么样？那姐姐能不能以后和我一直往下发展下去？这算酒钱，至于要不要往下发展，我还是再考虑一下。那以后姐姐来喝酒，我只接受这种方式付款。心思有点野哦。怎么两个人的手机都打不通？徐总监，这几份加急的合同需要您现在审一下。这大晚上的，多亏了你这宵夜补充能量。都十点了，下次再聊啊，都得跟着资料车出发了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帮我拿一下。抱歉啊，让你体验了窜稀套餐。这怎么这次换了个人跟车啊？他吃坏肚子了，我临时顶替一下。什么声音？难道他进后车厢了？没听见啊！不行，我得下去看看。我去吧，资料我比较熟。也是。检查过了。还是你靠谱。以防别人在骂我傻瓜的时候，我还蠢不自知。
资料呢？看来核心资料已经被转移了。哎，认识你这么久，上次你在青木会所还救了我，我却一直不知道你的名字。那我以后叫你小鱼好了。小鱼，还好加班没回来。翁豪请了产假，自己品。都说我怀孕了，还在商量我们婚礼要随多少份子钱。没办法，大家看你请这么长时间的假，只有产假比较有可能。你故意的是吧？误会都已经产生了，那我们就抓紧时间策划吧。昨天运送资料的司机说车锁被人蓄意破坏，我查了昨晚的大堂监控，发现温西偷走了跟车人的工作证。又是他。In the dark.